现代汽车的全新2024 Santa FE 荣获了知名的2024年红点设计汽车与摩托车类别大奖，作为世界三大设计奖之一，获得此项殊荣展示了是现代汽车以客户作为中心，并且以生活方式作为导向的超群设计。红点设计大奖由德国的 Zentrum Nordrhein-Westfalen 设计中心主办，为世界最大的设计竞赛之一。现代汽车执行副总裁兼现代全球设计总监 Sam Young Lee 表示，我们对于获得红点设计大奖的认可感到非常荣幸，这证明了我们富有远见的设计师团队所表现出的非凡奉献精神，他们与研发中心的工程师们一起为这个项目倾注了坚定不移的热情与承诺，凸显出现代汽车设计形象在全球市场上令人刮目相看的竞争力。第五代2024 Santa Fe 中型休旅车秉承开放更多的设计理念，透过加长的轴距和加大的尾门开口，在车体后方提供一流的露台式起居空间，能满足户外活动的任何需求。更长的轴距也有助于增强第三排座椅，确保舒适的乘坐体验。车体前方采用加高的引擎盖、 H 型头灯以及大胆的挡泥板设计，营造出一种宏伟的氛围。此外，加长的轴距还容纳了大胆的车顶线、轮廓分明的轮拱、缩短的前悬以及21寸的轮圈。车尾采用 H 型尾灯，营造出平衡简洁的造型。2024 Santa Fe 车内提供宽敞的生活空间，可折叠的第二排和第三排座椅提供极具领先的内部空间，精致的内饰强调水平和垂直线条，并采用 H 图案设计。高科技的功能包括全景曲面荧幕和双无线充电装置。车身采用了永续材料，包括再生塑胶和环保人造皮革。Santa Fe 的内外颜色灵感则来自于自然光线，为日常生活和冒险带来更多活力。更多详情请登入北美现代汽车官方网站。中天中望专利报道。